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紫苏，现在刚刚起床了，吃了早饭。今天的话，那边装修的话要明天开始动手，看了日子。然后今天上午没什么事，我想拉着老范去他们那个河边摘一点艾草。今天想做一点我们江西的小吃给我公公婆婆尝一尝。他们平时都是就是忙于那些农活嘛。从来就不会去自己做什么吃的，也不懂做什么吃的。今天我就做一点我们家乡的小吃给他们尝一下。地下那个新房子，人家会拿那个沙子和那个石灰过来。那上午有空吗？有空。吗？有的就拿一把镰刀吧。好。妈妈去找点好吃的，别做小零食给你吃，好不好？米果给你吃。我做江西小零快点！你，他踩的狗屎啊！我婆婆听说我会吃那个笋，一早就去弄了这么多。我婆婆说那个笋要我带回江西去吃，她不吃。今下我公公来了，在路上没多少。哪里一路都是。我们去那个河边割吧，那边更多。你能不能让我过下瘾呢？哎呀，那我们这里到处都是，没有那个米粉啊。品尝一下我们家乡的美食。有没有米粉啊？肯定要去买一点啊。还行。勤快不？江西媳妇。勤快。有没有湖南媳妇勤快？一样勤快。那里是养狗的那个养殖场，那家人怎么会住那里呢？种的西瓜，你看，种西瓜的。对，哈市的西瓜哈。这里全部是西瓜，上人面家那里是是种西瓜种的，我的。这里能去河边吗？应该可以。哇，那能够去西瓜。到时候这个西瓜长大了，我们来这里种。你来呀，你拿个麻袋来呀。好啊，抓起来，我可不来数。那你不来数，谁管我呀？我在这人生地不熟的。小心。哇，好美呀！你看，哇，我觉得这个风景最好看了。你看，在这里拍个照吧，野鸭子看。没有野鸭子，这人家喂的鸭子。哇，这里的好嫩一颗。是，哇，这里空气好好啊。河面，风景美不美？美，简直太美了，这里。对呀，哇！我要去洗下鞋子。小心一点，不要滑下来了，滑下来我来救你哦！哎呀，刚才叫什么？叫你兄弟啊！叫你小心一点，你怕不怕我等一下一袋子把你甩到河里去？我不怕，我会游泳，我就怕你掉河里面去了。等一下我还救你。你有多大本事？你能救得起我吗？能。来试一下，我现在去游泳去。去啊！现在正热了，你下去摘吧。草摘热了。走了，快洗，洗了回家了。不洗了，不跟你开玩笑了，不走，洗了。走。在春暖花开的日子，在寒风拂过。